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降温了。大家有没有降温呢？大家有没有开始穿秋裤呢？我还没有穿秋裤啊，因为我最近买了那个加绒的卫裤，就觉得很好穿。今天呢，我要去拿小张送给我的圣诞礼物，他跟我说是一个儿童玩具。好冷啊！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喜欢小张了，但是我们还不是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。他去年圣诞节也送给了我一个儿童玩具，是一棵乐高的圣诞树。然后今年不知道会送什么，就是这样一个盒子，但是具体是什么呢？上面没有写，待会要到办公室开箱来看一看。这个是儿童型的无人机，它这里有一个摄像头，然后续航可以续航13分钟。我要下去飞一飞，它是可以连接手机 APP， 好像也可以编程训练的，但是我具体怎么玩我还没玩过。开机。这键呢，这个是上升和下降，然后这边呢是前后左右，然后让我们来试一下。